现请方海月师傅将六壬先法传教证书颁予廖法庭同学。你好啊，法庭，咁你而家成为六壬先法传教师啦，咁你有咩感想啊？咁大家好，我系廖法庭，咁我系来自澳门啦，咁我学术数咧有10年以上，咁喺2012年嘅时候咧已经帮人占算啊、论命同埋睇风水，咁我自身亦带有佛法，因为喺2011年嘅时候咧就遇到一个大病，咁啊巧遇18罗汉之一嘅薄扶罗尊者咧嘅门人帮我医翻好嘅，咁之后我就跟埋入门啦，咁又有缘分就跟尊者赐咗法俾我，就喺澳门帮人哋医啲奇能杂症啊，同埋做一啲超度法事。咁喺2009年，我已经成日喺方海月师傅嘅资料啊，同埋喺视频度嘅好多嘢嘅。咁我因为专心同专注喺奇门遁甲方面啊，所以就将六壬先法同埋道法呢啲就搁置咗咯。咁喺2016年咧，有一个晚上，咁我就啱啱瞓觉半梦半醒嘅时候咧，突然间有个白光打埋嚟喎。咁我就見到一個女善信跪喺度，咁師傅就喺面前咧，就幫呢個女善信就做法事。跟住突然間又有一把聲同我講：你去跟呢位師傅學法啦，佢會幫到你嘅，同埋你同佢有緣分。你仲要嘅話就係要尊師重道，咁就得噶啦。咁我就即刻就喺我自己嘅壇前問尊者啦，咁執杯，點知3個成杯，係啊。咁我就即刻就過咗嚟揾師傅學咗4級神功。咁喺學咗神功之後咧，我各方面同埋運氣都好順嘅。我由短時間內咧，由細屋就搬咗大屋啦，細車又換咗大車啦。最重要嘅話係我工作量咧同收入都多咗3倍。恭喜你！多謝師傅。咁同埋用仙法。個過程咧就幫人咧就屢屢應驗啦。咁喺2018年4月嘅時候咧，又突然又發一個夢，咁就見到師兄師母啦，好認真咁教我啦。咁我就即刻又去尊者壇前擲教杯，點知都係聖杯嘅師父。幾多教啊？3教。咁我覺得冥冥之中就有神靈會指引我啦。咁我亦想我運氣更加好啦，更加進步啦，所以我決心嚟學埋呢個六壬傳教啦。喺學傳教嘅過程中咧，咁師傅都好用心用力嘅，係咁教導我啦。咁我好多謝你，多謝師傅啊！我恭祝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心想事成。